那眼前的这一对呢，是三十六寸的大型龙灯，它主要的特色您可以看到，里面的竹子呢是我们台湾三年生高山贵族，我们是每三年才采摘一次，然后来制作我们的灯笼的，外面的一般我们是纯手工绘制的。灯笼呢，在闽南有就是有钉子音，灯与钉谐音嘛，所以我们这个灯笼一旦悬挂的话，就寓意着天天发财。 求光明之说，那一般我们挂在家中厅堂或者门口，都会挂一对，象征着就是等于是说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那我们灯笼这里咯，这有祥云，然后这里呢有如意，代表的吉祥如意之说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萝卜，就是菜头好彩头的意思。